Osaka. 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Hello everybody， 我哋节目主持人山仔先。早晨，咁咧我就身处紧喺呢个 JR 奈良站，咁我就打算去下呢个奈良揾下路咁样。咁咧，依家搭完 JR 咧，就要揾下呢个巴士搭。平时喺香港都搭到免费巴士，到我嚟都要俾钱。因为老豆做车长，所以搭巴士唔使钱。啊，多谢老豆，我算。依家出咗闸就揾呢个去奈良公园嘅巴士。喺日本呢度都系可能睇翻Google Map 的即時建議，它基本上都可以建議到一條最快的路線給你。在下不太懂日文的關係，我又看著這個 Google 的即時 GPS 去判斷何時下車。好，轉眼就來到這個春日大社表參道。可能因為真的落完雨泥，因為地都比較濕，有个提醒字牌，我哋介，我原来呢度1000多年之前已经有鹿喺度栖息噶啦，请勿随便给鹿喂食噶，即系点啊？哦，唔可以喂啲鹿仙贝以外嘅嘢，即系唔可以乱喂嘢去食，如果唔系可能会病，就唔好攻击佢啦。但講真的，我比較擔心的是他們會因為我不給他們攻擊我，而不是我攻擊他們。Nope。 喂，去邊啊？咁噶？有錯啊？裏面。喂，唔係，呢頭講完嗰頭就見到另一邊都係有警告字牌，戴頭盔嘅呢一個，就話呢個鹿其實都係野生動物，有機會踢你啊、咬你啊、頂你啊、撞你啊，係咯。我見路直行入去，應該就會去到呢個春日大社啊。睇嚟呢度就係嗰個春日大社啦，咁簡單認一下啦，應該都唔打算入去。想今日嚟嘅主要目的都唔係參拜，咁就沿路返回啊。唔知嗰啲賣鹿仙貝嘅地方幾時先有啦？時間都只係7點幾，如果冇。就在呢個東大寺的正門隔離呢個休憩位，就有個婆婆在呢度擺攤檔賣鹿仙貝，200日圓一沓，入去行下先。不過，行落喺雨上添啊 ！What the fun？ Oh my Buddha！去空藏菩萨广目天，应该是守护神。讲真的，佛像这么大，应该是想你仰望去
即係一種形式上俾你敬仰呢啲神佛咁樣。多聞天，另一個嘅守護神。最後就係呢個如意輪觀音。一個大雄寶殿啊，行咗個圈，手信都買俾親愛嘅母親，希望佢啱用啦，買一串念珠俾佢。去買啲六星杯先。I'm one. Fight. No.Final round. Fight. Huh.建議咧就係揾呢啲落單嘅鹿，咁咧你就可以 set 定好個位，就玩帶佢去你想去嘅位去影相咁。如果唔係佢一堆咁樣蜂擁而上咧，你都好難影到你想要嘅嘢。一來啲鹿多啊，你唔知點求圖啦；二來咧，佢咧會過嚟想搶你嗰啲鹿扇貝嘅，咁你就又慌又亂咁樣，就好難影得靚嗰啲相。係嘛？冇道理。快啲！努力同我介紹每個景點啊，即係特色啊，各樣。但係無奈我哋兩個唔係好溝通到，幾可惜。我會盡力嘅，因為佢都好盡力咁講俾我聽各樣嘢。多謝呢個小先生。現在就去這個中吉堂吃這個馬氏，不過不知道它那個揼揼揼是開鋪之前已經會揼了，還是因為今天下雨所以不揼呢？沒得親眼看都有點可惜。試一下抹茶唔到，烤面河面有啲粉咁样，清甜咁样，几好食。我试咗近铁奈良站入边都有一间几出名嘅大佛布丁，试下先。其实点解唔做咩奈良鹿布丁啊？大佛出名啲咩？虽然呢区都真系几多佛寺，譬如咩东大寺啊、幸福寺嗰啲。布丁啊，不过系几滑嘅，讲真的。路過啊，值得一試。出名係有佢原因，係就話。真諗住喺奈良嗰邊嘅富雄食拉麵，想去間本店食，但係咧我搭嗰班車就冇停喺嗰個站，咁依家就翻返嚟大阪呢邊。
食呢個鹽味拉麵，有蛋，有筍，有葱，有滿碗的呢個叉燒，同埋鹽味湯。我啱啱見嗰個拉麵師傅，佢係將啲湯打咗泡先再落去煲，可能係想增加嗰個口感，等佢食落滑啲。鹽味湯都冚冚地，咁啊個面先。個筍唔似係香港嗰啲切片，佢一抽咁樣切咗啲花紋，唔知有咩用意，正算出係特色。One eternity later. Nice. 这件事都来到下一集，这个大阪城啊，可以见到就在前方，在前方画框的中间。到了到了，好靓啊！快影下相先，跟住要赶去呢个武洲公园睇呢个粉蝶花。初三節終於嚟到呢個武洲嘅粉蝶花祭，唔知係因為天氣嘅問題定點咧？睇落好似好唔精神咁樣，定係我睇嗰啲宣傳照嗰啲 P 圖太犀利，顯得呢度冇好睇。分鐘行完一個圈應該翻歸。食落都好碎啊！你加个色素嘅嘢，帮你揽。终于行完呢个武洲嘅粉蝶花祭，都冇想象中咁啊！广告做得好好，有料。时间嚟到差唔多五点啦，呢个粉蝶花祭会场都就嚟散，平日系五点就散。行埋呢度啊，今日嘅行程就差唔多过一段落啦。样啦，希望系喺嗰度嘅啫，猫。一样啦，希望大家多支持喺下边嘅位置留言、like 同埋订阅我嘅频道。我系山提士，我哋下次再见，拜拜。